超会唱，我现在看到前一首，刀剑一生非常漂亮。稍微掩护，给到篮下，漂亮的球，双手来临暴扣。被抄走，这球被抄走，前面射门。这节比赛开打一分半钟左右，这球给的非常快，反手射门。这球柯敏豪呢，一样利用篮筐做个掩护之后呢，虽然没进，可是泰勒呢还是 follow。这球哇，漂亮给球！你看，另外这一次的单手，而是地板传球找到了他的 Kyle。这个传得非常的漂亮，我们看一次林宽这一次的非常漂亮的一次地板传球，传到了他 Barry。